你这衬衫这么皱，当睡衣了。我穿过呀，所以呢？所以。你这衬衫这么皱，当睡衣了。但你好像都没洗。不脏洗什么？我穿过呀，所以呢？所以。所以你得洗了呀，脸皮还挺薄。我得到一个消息，但是还不确定是不是真的。什么？高见宏和方志敬在策划借壳上市。站不稳就想跑啊？赶着去死吗？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，他们就在准备递交材料了。所以呢？所以要是 LP 真的上市了，我们就打不过高建宏了。我把话给你放在这儿，要是晚上他成功上市，我捋一次摘下木，我直接给他当儿子。你有计划了？没有。你是真没有，还是不想说？有区别吗？你先把你的项目问好，李寻，我什么事情都告诉你，对吧？那是你告诉我的吗？是我自己猜的。你猜的倒是你厉害，但是我猜不到，你就得告诉我呀。你又想说什么？我们不能再犯以前的错误了。不管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对付高建宏，你做什么决定前得跟我商量。会跟你说的。咱们得沟通。李寻，你不是一个人了，现在你和我得沟通。明白。4年前说什么，现在还说什么？出于你真心。